大家好，我是冷奈杜克然。一会儿呢，我要出门吃好吃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日常护肤小技巧。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日常护肤的必备单品 ：CTV 的洗面奶、钻光精华、精华水、日间防护乳，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隔离哦。护肤第一步呢，首先是要洁面，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 CTV 的洁面乳。首先，我们先挤一点在手上，用水。轻轻的揉搓出泡沫，这个泡沫真的非常的黏，往脸上能够有效的去除脸上的污垢，要好好洗脸哦。而且洗完脸之后，脸上一点都不紧绷，非常的清爽。第二步也很重要，就是用到我们的钻光精华。其实正确步骤就是在洁完面之后用钻光精华，能够加速后面的产品吸收，而且使你的肌肤比较细腻水嫩嫩的。然后第三步呢，钻光精华水，这已经是我用到的第三瓶了。我们要把它挤在化妆棉上，这样轻轻的擦在脸颊上。这个精华水可以深层的维护你的肌底。下一步就是用到我们的 CPB 的日间防护乳，搭配着棉片，有一定的防晒功效，也是这样轻轻的擦在脸颊上。防晒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啦，最后一步就是我平时就算不化妆也会用到的他们的明星产品长管隔离。这个隔离真的特别好用，能够有效的修饰你的肤色。像平时我去跳舞啊，或者是去吃饭，我懒得化妆，我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涂上这个隔离之后，也能使你的妆容更持久，就像薄薄的打了一层粉底一样，使你的皮肤更通透。日常小护肤就完成了，下面我去吃饭啦。别走开，还有彩蛋。8月12日，我将作为精致课代表来到 CPB 小程序直播间，分享我更多的护肤小 tips。想要 get 我的钻光肌小秘密吗？等你来解锁哟。